主料酒精虾子百克，辅料花雕酒、姜、葱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酒精虾洗净，和葱段备好，油热后爆香姜丝，放入酒精虾，快速翻炒后加入花雕酒，盖上盖子，煮到虾通体红色，取出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全程猛火；二、掌握好火候很重要，太熟虾肉质不好，火候不够虾不熟；三、要用鲜活的野生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